姓王，王北岳，然后英文名叫 Hill， 然后我本身职业是个会计，然后没什么可介绍，就是普通老百姓呗。JP 呢，其实就是一种其实在一种西方国家，好多国家都有，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包括香港也有。它主要是一种就是叫做太平绅士，主要是一种就是社会服务工作者，相当于义工性质的，相当于就是民间的一个公证处。My husband he passed away and this is just for the insurance of the car. Yeah, okay. So. Yeah, so I need to, JP to sign this. I just read today, say. Yeah, yeah. That's too short. Yeah.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Thank you. Okay.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That's my pleasure. Alright, see ya. Okay. Bye-bye. 我最开始当 JP 的初衷是我还在卧龙岗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需要留学办一些手续，一些这个所谓公证件吧。那么我就在卧龙岗找了很久，但是当时卧龙岗地方比较小嘛，所以就没找到。我最后就是两个礼拜以后，我都已经快到 due day 了，我没办法了，我就坐火车一个多小时，我到悉尼来签的。我说，如果我当时就想，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去当个 JP， 我也帮别人服务。像你平时这种上门服务的时间多吗？不是很多，因为，我们也不可能经常出去给人家去签。比如说，你像车牌被扣的车开不了了，因为澳大利亚实际上这种 public transport 就是这种公交系统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如果他自己没有车的话，出来就很麻烦。那么这种人我可能会帮他签一下，然后他能把车继续开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比如说今天孕妇，如果他真的是需要帮忙的话，那么我去一下可能比他来一下更好一点。我觉得其实澳洲社会是一个挺和谐的社会，有很多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第一天去卧龙岗上学的时候，我当时想的很好，我下了火车我打个车去我租的地方，我地方都找好了。然后呢，但是那天我下了火车以后，我一看下着雨，而且根本就打不到车，我就想得了，狠狠心咬牙自己走过去吧。我刚走没几步，旁边停一辆车，我都不记得可能是奔驰，啪就停到我边上了，下来一男的，还挺壮的，然后呢跟我叽里咕噜说，然后就把我行李往那车上搁，我说这怎么回事，碰上打黑车的了哈。然后但是没办法，因为那人挺壮的，我说没办法。然后那人就问我说你去哪儿，我说这是地址，他看了看地址，然后接着跟我说完了以后就给我送到了，他就走了。然后我一看，哎，真是我那个地方。然后这个人就走了。后来我想，哎，当时我很不理解，我说这人他到底要干什么？后来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一种社会上，他看到我下雨了，我当时拖两个大箱子，很沉的，然后他可能觉得我要去什么地方走过去肯定是不现实的，他呢就给我送过去了。你好，你好，你好，哎，好多了，没什么事儿，送的。我这边有一份那个我父母养老金，想请您帮我那个签个字。怎么感觉好点吗？你这个？好点。行，今天是05/07。行，你这个签完了。好。看一眼。我觉得 JP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方便，然后他们都很热心为我们服务，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感谢。我记得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那个我穿的挺整齐的，我就出门了，出门在路上走，我就老想这个面试的这个对话应该怎么办呀？怎么办？其实对面来个老头，一个外国老头，特别逗，把我停住了，然后我说你干嘛呀？他就用英语跟我说，当时我也不太清楚，他说的很快，然后呢，我的意思，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好像我头发乱了还是怎么着，然后我就胡噜头发，哎，老头说 that's better， 后来我想就是可能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啊，这个头发有点乱了，然后他觉得我穿的挺整齐的，头发乱了不合适啊，然后老头高兴就走了，就是你从这种点点滴滴生活小事，你能感觉到这个社会大家是一个互相帮助的。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我觉得我也愿意为他人提供一些服务，帮助他人，如果别人需要的时候。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可能从日常生活当中总结的一个，使我最后决定变成一个 JP 为大家服务的这么一个想法。So what
Do we meet today? I'm just going to do my security license form. Yeah. So, please give us a training institute. All right, that's all finished. Thank you. That's my pleasure.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我付出的就是很少的一点时间和一点精力啊，但是他们却能够对他们很大的效果。哎，我觉得这是整个一个很就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每次我都是很高兴，我给他们签。Happy birthday to you.